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HSK 四级考试。HSK 四级听力考试分三部分，共45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1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这个城市一年四季都像春天一样，所以人们也叫它春城。这个城市冬天很冷。二，多与人交流当然有很多好处。通过交流，你不但可以增加对别人的了解，而且可以从不同的人那里得到不同的知识、经验、快乐等。要多与人交流。三，听爷爷奶奶说，我妹妹出生那天正好下了一场大雪，于是我爸妈就给她取名字叫下雪。她妹妹出生在夏天。四，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小高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，头发也很整齐，说话很有礼貌，因此当时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他对小高第一印象不错。五，那个导游性格很好，对人很热情，他说话特别幽默，一路上给我们讲了很多笑话。那个导游脾气不好。六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在做之前至少要考虑三点。首先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其次，你的方法是什么？第三，你计划中的结果是什么样子？做事要考虑方法。七，王小姐是我的邻居，她平时上班比较忙，所以每到周末，她就会把房间打扫一遍，把每个地方都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王小姐一般周末打扫房间。
八。昨天是中秋节，这一天的月亮应该是一年中最圆最亮的。但是让人失望的是，昨天的月亮一直在厚厚的云层后面睡觉，我们什么也看不见。明天是中秋节。九，刚结婚的时候，小张和妻子的感情很好。可是有了孩子后，两人在怎么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，看法完全不同。他们俩的关系没以前那么好了。夫妻俩关系越来越好。十，父亲今年79岁了，他喜欢看新闻，但他从来不买报纸。他觉得从电视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消息，而且比报纸快。父亲爱看新闻。第二部分，一共15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该加油了。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男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第11题。11，米老师的邮件你收到了吗？考试时间推迟了。是吗？那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复习了。关于考试，下列哪个正确？12，您先坐这儿等一下，我去叫护士来给您打针。好的，谢谢你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13，我刚才重新算了一下，这个数字是错的，你再检查一下。啊，对不起，那我再算一遍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4，你怎么不脱袜子就睡？我实在是太困了，你让我先躺一会儿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15，这次的乒乓球比赛是谁在负责？小包，他以前组织过这种比赛，经验丰富。女的认为小包怎么样？
十六。小叶，来公司一个月了，都还顺利吧？谢谢您的关心，一切顺利，同事们都很照顾我。男的感觉怎么样？十七，你还得帮我个忙，我的信用卡又该还钱了。知道了，放心吧，我明天早上就去办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八，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吧。明天我们开会专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行，那我通知大家准备一下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十九，我发现你的东西没多少啊。这些只有三分之一吧，还有很多还没来得及整理呢，下周再搬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二十，给您表格，年龄、性别都要填，还有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男的在做什么？二十一，喂，你们那儿发生什么事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是刚刚回来，也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。女的是什么意思？二十二，这几个动作你做的还是不太标准，恐怕还要多练习一下。好，我一定在正式演出前练好。男的做的动作怎么样？二十三，你不是出差了吗？怎么还在这里？我是准时出发的，可是路上堵车。我到机场时，我乘坐的飞机已经起飞了。女的怎么了？二十四，你又咳嗽了，难道你的感冒还没好？感冒早好了，我咳嗽是因为刚才吃的鱼太辣了。男的为什么咳嗽？
25。我想在学校周围租个房子，你有没有合适的房子给我介绍一下？还真有，就在咱们学校东门，是我一个同学的，现在想出租，我一会儿就帮你联系一下。他们谈的房子在哪儿？第三部分，一共20个题，每题听一次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，602会议室。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现在开始第26题。26。先生，给您，您的房间在602。谢谢。请问附近有银行吗？有一个交通银行，您出门向右走，大概500米就能看到，就在路对面。好，谢谢你。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？27。你们这个月空调卖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一共卖了400多台，几乎是上个月的2倍。天气热了，自然就卖得好一些，是吧？这是一方面，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以旧换新的活动，吸引了不少顾客。根据对话，下列哪个正确？28。见到你真高兴，听说你现在在读博士？是的，现在读2年级。还是原来的专业吗？不是，我现在的专业是经济管理。关于男的，下列哪个正确？29。小心，您慢点儿，我跟您一起抬吧。没关系，这个小沙发我自己搬得动。您这是要把它放哪儿啊？就这儿，把它放左边一点就好了。女的在搬什么？30。我今天中午把申请交上去了。那你们经理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会认真考虑一下，让我别着急，耐心等消息。那得多久呀？下个星期能有消息吗？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
31。这些水果是我从新疆带回来的，还有葡萄干。谢谢你。你什么时候去新疆的？上周五去，昨天上午回来的。你去新疆旅游？不是，是开会。男的去新疆做什么？32。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吗？还没呢，怎么了？你不是要买相机吗？我看这儿有很多广告。是吗？那我一会儿看看。男的想买什么？33。外面天气不错，我们下楼去活动活动。不，我要看电视。好吧，那我出去散散步。你顺便把厨房里的垃圾带下去扔了吧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34。师傅，这个纸箱里面是啤酒，麻烦您轻一点儿。好的，我会注意的。谢谢。没事，不客气。是搬到六层，对吧？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5。今天的晚饭怎么样？很好啊，饺子很香，不过鸡蛋汤稍微有点咸。那我下次少放点盐。辛苦你了，一会儿我来洗碗。鸡蛋汤做得怎么样？第36到3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下午，女朋友让我陪她去逛街，然后她就开始打扮起来。可半个小时了，她还没弄好。我提醒她，商场6点关门。她说马上就好。于是我继续等，结果等我们到商场时，商场已经关门了。他很生气，说我没注意时间，真让我受不了。36。出门前，女朋友在做什么？37。女朋友为什么生气？第38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中国人搬了新家后，有个习惯叫做暖房，就是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吃顿饭，热闹一下。这样一方面可以请大家来参观自己的新家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增进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。
38。中国人搬新家后有什么习惯？39。关于这个习惯，下列哪个正确？第40到41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冬季皮肤往往容易变得干燥，女性朋友尤其应该注意保护皮肤，除了选择使用比较保湿的护肤品外，还应该注意多吃水果，例如香蕉、苹果等等。另外，要记得多喝水。40。冬季皮肤会怎么样？41。根据这段话，怎样才能保护皮肤？第42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您喜欢这双鞋？这个鞋今年很流行，现在还有黑色的和蓝色的，穿起来很舒服，走路一点儿也不累。一双750块钱，这个价格真的不贵，挺适合您穿的。您先试一试。42。关于这双鞋，可以知道什么？43。说话人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第44到4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每天在起床那一刻，我们都要对自己说，今天是最好的一天，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事，都已成为过去，不能改变。因此，不要让昨天的烦恼影响今天的好心情，一切都从现在开始吧。44。为什么不要受昨天的影响？45。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